小 S 为了拍广告扮成了皇太后，没想到造型居然意外很不错，和小女儿互动更是引起爆笑。小 S 很少扮演古人，视频中她穿着皇太后的服装，看起来颇为端庄威严。小 S 在模仿古人的语气教导小女儿要尊重妈妈，对母亲一定要孝顺，不管自己是古装扮相还是时装扮相，讲的话都是一样的。小 S 说话腔调都和影视剧里一模一样，模仿功力真的很强，果然《甄嬛传》没有少看。小 S 还承诺女儿乖的话自己就会送礼物，结果徐老三居然拒绝了。最后小 S 也只能无奈吐槽徐老三脾气太硬，结果被女儿对是遗传你的。小 S 不甘示弱，称自己小时候非常乖，徐老三这么调皮是遗传的爸爸，长大后会有大鼻头，难怪小 S 会自嘲在广告里当皇太后，回家却只能当丫鬟。小 S 和徐老三互动逗了不少网友，果然有趣的人连生活都能过成喜剧片。抱有那个徐老三，我说宝贝，妈妈好爱你哦，他说我不要你当我的妈妈。